博科会设在国立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精密机器发展中心，自从1963年1月同行政院核定成立之后，就非常积极的而有计划的发展国内自制的各种精密科学跟工业上用的仪器。一年以来，由精密仪器发展中心研制成功的重要精密仪器，包括可以放大136,900倍的显微镜投影器以及显微镜、10兆赫的精密示波器、